这么久了，自取其辱还没够吗？要想打败我是不可能的，我堂堂北虞公主是绝对不会向你那些歪门邪道手段低头的。你瞎说，你闭嘴。张继，王爷回来了吗？怎么了？王爷尚未回府，圣上宣王妃一同进宫参加小不列颠使臣来朝的宴会。哼，听到了吗？宣我进宫呢，你不配站在钟哥哥的身边。配不配哪是你说的？圣上请公主进宫，王爷请林小姐一同进宫。什么？王妃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张继先入宫了，宴会时间还没到，我先去给野蛮人买只鸡。走快点。好的，小姐。那个就是宰相大人的女儿。没错，宰相大人能有今日都是拜他所赐。宰相大人对我们有恩，不如把他抓了，逼那钟梅就范。小姐，这个人的身影好像小花花，他没死。你们的穴位两个时辰之后自然会解开。你是小花花吗？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路过此处，见二人行为诡异，路见不平而已。是啊，小花花明明已经为了我挡剑消散了，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抱歉，是我认错人了，谢谢你啊。小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